由芒果 TV 联合中国检察出版社出品的电视剧《你好，检察官》将于五月中旬在北京开拍。据悉，该剧已定主演为胡歌和马思纯，双料影后加双料师弟，这组合简直不要太强悍啊！高颜值与高演技兼具，还没开拍就注定会是一场精彩绝伦、酣畅淋漓的视觉盛宴。胡歌主演的《猎场》播出之后就没有新剧库存了，粉丝也是超级期待老胡能有新作品与观众见面啊！他最近刚忙完舞台剧《如梦之梦》的巡演，看来接下来要准备拍摄《你好，检察官》了。马思纯凭借《七月》与《安生》获得金马影后桂冠之后，倒是作品多多，今年还将有《奇葩朵朵》与《狄仁杰之四大天王》两部电影分别于4月4日和7月27日上映。此外，马思纯还与陈伟霆搭档拍摄了电视剧《橙红年代》，看剧照非常热血啊！胡歌和马思纯，新鲜的高颜值高演技组合，相当期待了，希望两人合作愉快。